因为一早出嚟，我以前都嚟过呢，影过呢度，呢度就系 Point Pleasant Park。咁今朝就好冻啊！我架车话嗰、那个 thermostat 话俾我听啊，室外系-8°C啊，而家。咁啊，嚟downtown之后嘛，横掂都嚟downtown啦。咁啊，有一个钟头到可以行下，咁啊，冻冻都行下啦。冬天呢，呢度有另外一个景嘅。今日就是1月20日，夏天呢度咧就好多人，一来今日咧就冻啦，二来又 pandemic， 不 pandemic 都好多人嘅呢度，啲人要唞下新鲜空气。但系今朝真系-8°C咧，行呢度咧系有啲挑战性，都好好行嘅，行就冇问题。口氣就凍啲啦嚇！今年嘅冬天都算係好好噶啦，咁耐都冇話咁緊要，咁今次係少少凍啦嚇，咁可以講係第一次。咁落雪就落咗2次噶啦，據講今晚就會繼續凍。